都闪什么玩意儿呢？我那抠能跟过去的东西有什么好闪？全军出击！处理那些激进分子，打他们的呀！那大虫子直接过来打他们家的呀！来，你勾啥呢？插眼抓抓抓抓抓抓，吃个药来。闪现抓。是，这一零三，这不挺好的吗？大虫子红还打完了，多好啊！这还非得去打自己家的，去打自己家的干嘛？自己家的香吗？别人家的才是最好的。我们现在必须得快点推。溜了。但是我们的等级啊，稍微是差点意思。现在的等级比这永恩差的有点多，他先推了一波线儿才过来的，我们至少比他差了一级。前期差一级不是那么很好补，哎呀这兵啊，我九个兵没关系，我们就到了赶开一波，呀他刚打完，这永恩装备怎么比我好那么多啊？也没有，我比他好了300多块钱。现在感觉不是那么很好跟他拼呢。等点技能吧。拼起来我们不好走，关键是你这就把灵魂出窍给用了，嘿，走位，好，刚好有个老母驹搁这儿，这真恶心！我刚抠的那么老母驹搁后边儿，长老们未曾有过的安慰。钢铁裂风。还要溜了呀，而我们才四级，我天哪，还好上一个人头不是他的，
这也没法拼呢。你等我溜的啊！感觉能杀了，差不多。嘿呦，你给我死！哎呀，这凯旋为啥血没回上来呀、啊？还非得给我闪现在塔里边去，真是烦死了。大虫子打完老母驹的红了，有些东西存在于我的视野之上。锐利之风，给我拉扯了，没办法，你只能这么躲，你这个怎么整？哎呀，我操了，一直往中路跑啊，那八分钟跑了我四趟了，大哥。还能不能搞一波了？合着人家不能抓，可以抓呀，他抓我，抓就抓呗，他抓我，我说两句不让说呀，你管那么宽呢？你不也知道让抓吗？那我说两句怎么的了呢？不行吗？有什么问题吗？把他口了。我先杀一个，抓抓抓抓抓抓，有，没关系。砍了两下塔，中路给他了，我来吃上路塔皮。你就不会去中呗，就是死心眼儿。我这德克萨斯木印子，我帮你再赶一波。
没关系。啊！一些塔给拿了，钟不要了。这么喜欢抓钟，我们不在钟呆了。来个德克萨斯木印。一个陌生人的声音在我脑海中回响。铁男炸了，炸啥呀？我帮他拿东西，他还炸了。一个上单塔推得快点他就能解放，你推得慢，上路塔推得慢解放不了。你能踩到他，我们俩能杀去。我德克萨斯木印了已经。那老母驹又个中路，那么讨厌的。他指定不能走、哦、你走了他还得在中，我还没办法跟他永恩打，他还得搁中路待着。可恶心了。不就是打个红杀了他两波吗？真是的。这人呢真是小心眼儿。我都不敢打，我一打右边夸出来个老母驹，没办法打不了。有的时候啊就是能猥琐点就猥琐点吧，等到老母驹出现了我们再上去一波下路。老母驹这波不没了吗？哎不行，打后边这个。哦漂亮，先杀剑魔，嘿，哎，唰唰唰唰，你给拉了死，唰，完了，秒 W 就失败了，哎呀，太快了，有的时候太快也不是一件好事。开大的时候这个 W 技能有的时候不太好放，不开大成功率高一点。我们去一波上路啊！哎呀，来吧来吧，相约酒吧，老母驹，老母驹，唰唰唰唰！女警想跑，那几乎不可能。我给你一刀！哎呀，这回才行。Your team has destroyed a turret.
我们的虚区现在已经有点高了啊。回家吧，回家去一波下路收割一波。他们不打小龙，那我不全杀了吗？他们不打小龙，打小龙，没事，打小龙啊！啊，那卡莎居然没死，天哪！打小龙，打小龙，来来来来，快打！谁敢过来，我就全杀！啊，我就全杀！两个字儿，全杀！女警来了，直接预判大招！他刚把 E 用了，要不然他不可能跑到这里，两刀把他砍死。再见，不打了。我说停停。我踩起来他来。挺喜欢我呀。砍两下塔啊，我们这个死的时候。啊，也不要干愣着，知道吧？能砍两下塔，我们就砍两下塔。给我套了个虚弱，那就拉倒了。不是虚区好低，那塞纳给我整个王者的白甲套个虚弱，那能打动吗？我寻思他有白甲吧，也无所谓，打就打了。后来啪给我套个虚弱，那我说这完了，那打不动了。光一个白甲能砍动？风推。我们稍微往后点，这老母狙可能搁这里边等我们，我去扫一下啊。他不敢上，没事，上了也没用，他打机器人没有任何用。剑魔还死了。我不上，我等一会儿。哎，可以。嘿，哎，先杀女警一刀。我死了，这么多技能。这永恩装备不错呀。没让我动，
白刀。刚刚修改好的就是那个狗狗的那个狗。我看见了。然后他那个改。刚刚看见了。嗯。那个改成一次抽一个人。不是五个人。我们其实可以打个大龙。来吧，把大龙打了吧。打。哪来个女警？我给你一刀。大龙。虾田好使啊。小龙兄弟们，哇，死亡之舞，哎，这永恩装备真不错，嗯，真不错。我追来，哎呦我，你还超上神了？宁配超神这俩字儿吗？给我追，我有大，没事啊。老母鸡让我看见他，看见他我给他砍死。我今天就吃猪肉。嘿，哎，又是虚弱。那边好像砍塔了。刚有一个兄弟跟我说，哎呀你这个闪现没必要吧。我给你科普一下，老母狙的被动是打不掉血的，你必须得先打他一下，你把那个给打没了他才能掉血。我们的主要虚区手段是 Q， 我上去直接刷一个 Q 上去，然后人家没掉血，我连老母狙都杀不了，明白了吗？那母狙有被动，差100块。有猪皮，先把无尽出了，然后再出青云，没关系。大龙感觉没什么特别大的效果啊。快追呀，别追了。老母君一个 Q 能穿这么厚的墙。你给我杀他来。你还往哪移？你跟我说一下子，你还要移到哪里去？你这塞纳我是不是没砍过你？我发现，一波 Q， 高地没掉呢，那不行啊！你们推上，我推中。投降了。